你会带俺轻松过你的日子，唔免阁惊讲有人来找你讨笑。小夏既然阮妈妈跟李少峰见面，然后伊阁逃走，我问李少峰，伊煞无对我讲老实话，啊，伊两个人到底伫我背后变啥物？这啥物口碑啊？啥物狼团简讯？你最近拢真无闲哦，下班以后拢找无人。当时讲，我即个做老公的要甲你见面，若需要，请你啊。你是个了在讲啥啦？莫白想，我下班了，要爱我去啉一下咖啡，讲小秋的代志啦。哦，你讲真正是甲徐爱薇去啉咖啡。英雄用徐爱薇，你谁在管？你为什么常常跟伊见面？为什么对我讲白话？威廉，你想要生气好不好？我无跟你坦白，那是因为我惊你误会。其实我找少峰，只是想要甲伊探听一寡做菜品的代志，因为少峰是做菜品的表兄，所以我想讲，伊应该对做菜品的底细，不管是多也少，一定有了解嘛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为什么我买？你伫个公司已经甲伊见面了，下班过啉咖啡，这种代志，那不要想要做歪去。你是不是想要甲伊前男友有感情？不是，不是。你真正误会我，我就真正只是要找伊问做菜品尔，就真正这很简单啊。威廉，因为你雄雄问我，我其实唔知要安回答你，所以，我真正唔是跳咁要问骂你诶。我唔相信，你坦白讲哦，你对伊是毋是够感情？亚霞，我无法度忍受你心内面够其他查某人，我也无法度忍受你讲啥物话。我拜托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真正无欺骗你啦！你相信我，我保证我无反背你，好不好？表兄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永远拢是我的查某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